台湾人爱了解台湾事，我是李小峰，我是戴宝春，欢迎收看《讲台湾谈历史》。古迹还是讲书籍，是历史的记录，是历史的记忆，同时嘛是历史的证据，所以咱咧讲研究台湾的历史，一定要了解台湾的书籍、台湾的史籍。咱今嘛来讲到日本时代啊，今仔日呢要来讲日本时代的史籍跟历史。讲了日本时代统治台湾五十年，都变化真大。宝春，你能甲咱解说一下？是日本人伫台湾迄个势力变化真大，迄个基础为倒位开始？因为咱知影日本是依照这个马关条来摕到台湾，是啊，因为马关条内底是台湾是永久割让吼，是，所以因为是永久割让，所以日本伊就感觉台湾就是永远是伊的，所以为了要摕到台湾的物资，善用台湾的人力，当然爱去做好足济基础啊建设，安尼等于伊是当作家己的国土咧建设的对吧？所以，但是伊啊来到台湾时，面对其实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一定爱用因这明治维新了一种国家统治的方式，就是讲伊拢用这个做调查，啊做足济基础的建设，比如讲来调查台湾的土地、森林、户口哈、然后规安尼掌握台湾规个这个台湾的情形嘛吼。啊，可是来去看台湾，这个有时啊，讲实在，清朝统治乱糟糟嘛，吼，足侪物件拢无一下制度啦，吼。所以，譬如讲，伊就开始把这个台湾的度量衡统一了，调查了，啊，感觉台湾卫生无好，伊就做路，啊，做这个下水道的这个工程，吼。啊，可再来，足侪基础建设，但交通嘛无好嘛，吼。所以你看南北足无方便的啊。啊，日本明治维新了，交通伊嘛决定啊，所以做铁路。做铁路。你看无几年就甲纵贯铁路完成。1908。嘿，1908吼。啊，搁再来，你这铁路总是爱出口啊，所以就开始做港口。啊，所以铁路做了，啊，就开始做足侪公路，所以话咱台湾就这个等于要基础的通地的这个制度，啊，甲人甲物的移动就很方便，然后往后再做很多经济方面的建设，当然就把台湾做得很好。特别是你后藤新平的时代了。1898，1906，伊做国民政长官，对基础建设出来吼。啊，那综合这五十年日本的这个伫台湾的这个殖民统治吼，咱先公开讲吼，咱来建功伊伫这建设吼，吼，啊遐迄个中华民族主义就掉起来，讲你们是日本皇民。我讲啊，我袂使讲伊的建设咯，我咱放心，咱下一集会讲抗日。非常抗日哦，毕竟他是殖民统治，不对嘛？对咱无公平，而且是政治是无公平，迄种知影嘛？咱若伫迄个时代，咱嘛参加文化协会啦，也无问题嘛？吼，咱就要参加台湾教师协会，所以要参加台湾文化协会吼。但是人有建设，你得去了解哦。啊，那这五十年伫台湾的，伫日本伫台湾的这个变化吼，基础建设吼，差不多完成这几项，吼，各级政府、警察机构、农会系统、金融财经哈的这个体制哈，电力系统、电力输送系统啊，司法机关、户政制度、农田水利的基础建设哈，交通建设还初等教育啊，基础教育，这些都差不多完成。他留下很多遗迹嘛，很多史迹嘛，有些。已经变成古迹了，国定古迹，啊，有的其实也是一个古迹。啊，有些开始看起啦，总督府，哦，迄东西叫做总督府。总督府，1919年。1919完成。哦，哎，这边一百年嘞。对。这边已经搞到八年嘞。是。哦，啊，这个嘛高级，咱这边总统顶啦，对。在高级上班。嘿。第一个迄个入去的总督，就是迄个什么人？明石元二郎。明石元二郎。哦。啊，噶即嘛蔡小英顶啦，对。拢是这间嘞。哦。啊，这最重要。啊，总统府诶。但是我站在总统府右边那边哦，都集中重要司法大厦，今天叫做司法大厦嘛，哦，啊，迄东西就是做也高等甲地方法院啦，对，哦，啊，跟他有改变哦，今嘛有改变哦。这个日本的通敌哦，咱足清楚，你看哈，总督府是一个非常高度的行政权的象征。对。啊，当年伊嘛是依法统治台湾啊，当然这司法唔是徛伫台湾的民意啦吼。啊，所以你看伊迄个司法的部门，就伫迄个行政机构的边啊家。对。建筑出。啊，建了照常噶接受继续使用啊。继续使用。啊，但是吼，因为可能真好用嘛吼，啊，但是可能会渐渐无够用。无够用。所以咱每下咱各位观众来看到，发觉讲，哎，安内敢那个。
加一站，哎呀，敢那会当过家己的成长了吼，唔是是因为真好用哈，啊基础可能真好啦，啊所以不要加盖了一层，安尼干咪变违章建筑？迄个时代可能发到八八条变成家己桥啊，都家己起啊，嘿，所以建了加一站变司法大厦。可能迄阵会想讲吼，啊既然是日本做，一定做了真好啦吼，所以加一站无啥问题。对，啊去看吼，伫总统府的另外一边吼，拄啊即左右这边是。台湾银行啦，咱多在讲那个司法大厦底下边嘛，中东库里中间嘛，啊，你看代表着什么？代表着金融，对，金融，啊，政治权威，对，啊，这边是司法，哎呀，哦，司法、金融、行政的三个威权的都在这里出现，对，啊，当然那个一到一九三零年代之后才全部出来了，嗯，台湾银行其实在很早。这个制度就出现，1899年就创立。对哦，对哦。啊，当然，迄东西起不是安尼起。是当然。这个建筑是到了1938年才落成了。对哦。啊，代表着那个台湾的这个现代金融。啊，这建筑甲即马拢完全共款。完全共款。啊，咱知影吼，台湾银行其实日本时代台湾各所在有分行吼，连福建啊，什么甚至包括广东。甚至连东南亚、连曼谷都有分行，台湾银行嘿分行，嘿，迄阵是足重啊，这个银行。啊，恁看今仔日个台湾银行，对，今仔日个。啊，你看这个，先讲嘛，讲这个。这个建筑依旧在哈，依旧在。但是以台银来讲，因为咱这就有些我拿来提供一寡哈，有些批判的角度啦。因为台湾银行事实上是伫1899年就设的呀。是。但是尾啊，你看这个台湾银行，我会记敢那前两三年，搁你讲个做因是70年啊。因为伊就一定要跟他讲，一定为1945年算起。啊，其实台湾银行连日本时代到建了，连名都无改。无改啊，嘛是用做台湾银行。是是是。所以这历史足重要，这个古迹就是咱的见证物。对，这是一个起点，是啊，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恁都来讲，这间吼，总统府里啊啦，你还够一间，这什么？这总督大的所在，总督大的官邸，有够人羡羡羡，大家水哈。啊，就是今仔这个。台北宾馆，对对，因为准备接待外宾呐，对，国民党这样子改做台北宾馆。台北宾馆了，啊，我有一张从上面看下去的哈，再看者，你伫台大医院那边哈，我甲翕落去，就这个台，这个台北，这样台北宾馆，是，迄东西总督官邸啊，总统府底啊，对对，啊，这嘛变高级了呢，是高级，这嘛真顶贵的对了哈，咱今嘛讲到这哈，日本的。1920年代之后，行政改制嘛，行政区重划嘛，啊，重划每一州拢有伊个官厅嘛，吼，州厅就对啦，啊，州厅拢变作珍贵的建筑呢。嗯，咱先看这个伊个当时的这个行政区划，嗯，来保证简单讲一下啦。因为1920年这个行政改制对咱台湾影响足大，影响足大。伊就是所谓咱看这道路上是州厅制，对，啊，州也有一个过渡，还说郡，啊，郡也有一个街庄，对。啊，迄个街就是咱买啊，或者镇啊，镇个乡，嘿，啊，迄个庄就是乡，啊，1920年代啊，咱台湾才有260个左右的街庄，其实甲咱买啊，迄个乡镇变啊侪，差不多，啊，就是买啊，咱的增加是安那啦，因为有迄个所谓三地乡啊，30几个个加起，唔知变做什么3310个乡镇走透透起来呢。其实这款的设计吼，这个范围我感觉袂歹，是啊，哦，嗯，啊，所以后来中正初期吼，嘛是有这个大馆制度，延续这个嘛，啊，每一个行政区拢有伊个酒厅啦，譬如讲即台北酒厅，哦，啊台北酒厅就是今仔即个监察院嘛，咱看今仔即个监察院，完全同款，完全同款，啊，即条到迄落中山南路，中山南路，中山南路，啊，一条另外即条是忠孝东路，东路，啊，即今仔即个监察院，哦，拢相同，啊，恁去看即个新德州，新德州吼，诶，酒厅，啊，后来变做新德，对啊，市政府，恁去看落来，台中，诶，酒厅。嗯，哦，迄当时即日本时代台中州的州厅，对，啊，后来变作台中，市政府，台中州厅吼，啊，变作台中市政府。那即几年才个起一个新的大楼，就刷位啦，啊，这个刷位啦，啊，一站做得久啦，足久诶，台中市政府做得久，啊，即马个刷啦，对，啊，后来嘿，就是即啊，人家即马也变古迹啊，喏，即马变古迹，即马讲小讲啦，啊，来台南州厅，对，哦，迄当时台南州厅吼，嘛要做过台南市政府啦，啊，后来即马改做。台湾文化馆，文化馆，我甲简单看一下台湾文化馆的状况，全景摄影。是是，啊来高雄酒厅吼，高雄酒厅，迄东西安尼哦。是。哦啊，建来伊是做高雄市政府的，唔是呢？伊做啥物？后来变做电影法院啦。对。啊，电影法院吼是照迄个建筑在使用，嗯，后来刚拆掉呢。嗯嗯。伊到1987年被拆掉。对。我感觉就可惜了。是是。就可惜吼。哦啊。
一间当然毛伊的作用啦吼，即无讲，但是后来高雄市政府是用这一间的，用高雄市亚所。对对。咱即个看这是高雄市亚所。对。哦，高雄等等当时日本时代等于讲高雄市的市政府了，对。啊，后来建后呢变做高雄市政府，市政府啊，即马来改做高雄市博物馆。嘿啊。啊，即个袂歹。是是是。啊，所以内底有迄个二二八的常社长。常社长吼。嗯。所以讲来。每一个建筑哦，不要弄出这个。这个转变袂歹啦吼，啊，一个迄个市旧的市政府，甲变作等于多市的历史博物馆吼，这空间应用真好。啊是啊，所以咱讲到这，每一个建筑物后边吼，其实拢有伊发生过的故事。是哦，啊那关键物件有趣味吼，你家己去追踪。是是。哦，咱做一个抛砖引玉啦吼，啊，你家己去追踪，会追踪很多故事出来。这最好吹啦，最好吹，最好吹吼。啊，无就起码 Google 嘛拢会出来吼。是。啊，咱先稍等下，不过来讲其他有关各机关啊、官署啦、官舍的一寡日本时代的建筑吼，诶，迄个史迹，咱先休困一下，稍等下继续收看《讲台湾谈历史》。欢迎继续收看《讲台湾谈历史》。咱即摆咧讲日本时代，即个史迹，啊，甲背后的历史吼。那你们来讲伊的各方面的发展啦，哦，这五十年内各方发展哦，我为对开始讲起吼，实在是讲不了了。或者相关的迄个建筑啦，吼，史迹足济啦，啊，我选择性的，选择性。我为对开始咧讲起呢，我为一间学院、学校，开始讲起对更好，台大，哦，台大，今麦台大医学院，啊，上早总统府医学校，对，较早早期叫做。哎，叫做什么？总统台湾总统府医学校。医学校，哦，迄东西有一个医学校，有一个师范学校，哦，叫做国语学校。咱适当去讲啊。咱先来讲一间，这里1898的成立的医学校。对。哦，啊，伊的这个建筑，咱即摆看了这个建筑是1904年完工。啊，你嘛未少年啊呢？是啊。哦，咱即摆去台大医学院啊，就是台大医院另外这边。对。哦，已经把当作什么人文博医学人文博物馆，嗯，啊嘛属于他在医学院的建筑嘛，黑黑的建筑的，它基本上老掉了，嗯，真珍贵了。你看这东西，也就是台大医学院哈，啊，然后就是台大医院，对，台大医院其他可以用呢，对啊，可以用啊。哎，你看，这吼，1912年设计，1924年完工，嗯，这文艺复兴式的建筑，这文艺复兴式的建筑哦，日本时代对医学这里。重视是这吼，因为日本来统治台湾吼，因为咱知影有一寡原因啊。另外，咱就知影伊一个来务啊，要武装接收台湾，结果吼，台湾人拍死真少嘛，病死也足济啊。他发现台湾这样的一个吼，这种卫生环境啊，吼，这医疗情况，其实对你是足大的危害。所以咱其实也使讲啦，伊做这個公共医疗吼，开始是图利自己啦，图利自己，因为当然是唯一家己先做嘛，啊，但是医疗不分人呐，台湾人嘛共同享受了这个医疗的进步嘛。1898的嘛，那时候就开始要培养这医生，会当来照顾台湾人的健康嘛。啊，顺便你看，伊嘛栽培台湾的迄个台湾人去做老师来教台湾人嘛。所以我就讲吼，身心兼顾嘞，对，身心兼顾，顾身体啊，佮顾你的心灵，啊，要甲你做一个健康的人，开始改变，日本人啊，开始改变，是哦。到了统治中期哦，所有流行病全部控制，是，迄个什么疟疾、伤寒、霍乱，全部拢获得控制。大概1920年代，哦，啊，你讲我每个特别宣传，免宣传，它就是这样子，对啊，哦，是啊，啊，咱讲到迄个各种啊一种制度哦，专卖制度，哦，日本人对专卖嘛真重视嘛，吼，是哦。啊，只有一个专门叫。对，这是安尼，因为咱知影，因为日本拄好来摕到台湾哦，派军队镇压台湾，吼，开足济钱呢。啊，咱知影佫做足济建设啊，花甲钱嘛无啥够用啊，所以这后藤新平真厉害呢。伊去想着讲啊好啊，甲台湾的烟酒、盐、鸦片、樟脑，甲尾啊连度量衡，为了要标准化嘛，甲专卖，甚至个酒精嘛专卖。七八项的了，啊，这来这种对伊的财政收入呢，就影响足大嘛。所以后藤新平讲，伊伫个时代统计讲，1904年啊，伫台湾收的税啊，都到台湾用啊，啊，就变作等于台湾税，免中央补助，免中央补助嘛，啊，就扣遐税以外，就是用这专卖的收入
来等于平衡伊的迄个财政支出，就这叫做厉害，这叫厉害。啊，个为嘛直直用啊？有无？咱较早迄个烟酒嘛，专卖公卖嘛，足久啊。国民党来沿袭啊，沿袭了出多少问题？是啊，这个另外去讲。啊，即马迄个专卖局吼，嘛开一间厝，迄当时即马变成公卖局啊。对对。嘛，啊个另外个咧，南昌街遐嘛吼，是总统，即马总统官邸的边遐遐。对对对。啊，迄个咱讲到迄个交通嘛，足重要，电信嘛足重要嘛。啊，所以咱个看着讲伊。交通局的电信部，迄东西中都府的交通局电信部，即间即马伫个呢？对，咱个国史馆，咱个好朋友吴密察，吴密察在上班啦。对对，即马叫做国史馆。对对，哦，即这国史馆嘛也得力啊，啊，本来的伊就是个史迹嘛。啊，即马做国史馆也好啊，都伫中都府后边，足近。是啊是啊，嘿，那边一开个经济啦。是是是，哦，而且以外吼，邮政嘛。邮政嘛，就交通就是就铁公路、海运以外的是迄个邮政。邮政最重要，迄种现代社会必须要有基础嘛。对。啊，所以你看，哎，这就是邮局嘛，迄东西台北邮局嘛。对。一百公斤啊，吓。啊，这个是起号是1916年。对。啊，结果咱今晚嘛。百多年啊。哎妈妈。超过一百。超过一百年啊。嗯。今仔日一个老嘞，但是刚才有小块变哦。是。保证你看，这一站。对，咱观众啊，你要注意啊！你抬头看一看哈，你看伊这嘛，甲拄啊，迄地方法院迄同款哦，头前顶头个加一站，佮加一站，嘿，佮加一站哈。啊，各位嘛，咱你要注意迄个相片哈。是。迄个本来日本时代，迄门是一种拱门型的，啊，尾啊吼，佮用一挂这大理石安尼做。所以加修法改变。嘿，看起来是敢若较坚固啦，不过规个敢若无啥搭调嘞。无啥搭调，含本来迄个无啥型，本来是拱门的嘛。拱门，看到造型真水。啊，即个较无遐搭调，但是可能建筑这个有些考量嘛。安全的考虑啦，吼，也无甲见怪啦。是。哦，啊，但加一站就对啦。就讲讲，不晓得是不是违反建筑。哦。啊，你讲邮局吼，台湾各地乡镇吼，迄东西街啊、庄啊、市啊，做些邮局拢出来。像这是台南市以前日本时代邮局，嗯嗯，台南邮局。后来去哦，迄个张立东做市长先给拆毁了。哦，张立东较无咧读台湾史的款吼。啊，过迄个时阵吼，有呐可能迄个文化资产保护的观念无遐强，就无迄个观念嘛。无呐，像讲即卖人呐，看到这些建筑物，拼死拼活嘛，要甲保护你的古迹啊，算袂歹呢。是真水啊！伫迄个倒位，伫忠义路甲民生路嘛，这条忠义路嘛，迄个交叉遐嘛，即卖起已经无啊。对。哦，去被拆掉了嘛。对。啊，但是有的所在还佮保留。比如讲，邮局是足重的公共建筑，所以足多次规世界拢记录啊。嗯。你看这苗栗南庄。哦，这是用较挖山的小所在啊，小所在爱保留嘞，哎，嘛起了真好啊，一百年嘞，嗯，啊，所以这嘛是真珍贵的古迹嘞，是，哦，啊，这嘛变作干哪，哦，对，这是南庄老街，南庄老街遐，所以我去看了，哎，这袂歹，这袂歹哈，嗯，啊，等到台南市才去就拆去，所以像这样来讲，你讲到这吼，迄个水利足重要，哦，当然，哦，自来水足重要，对对，水道水啊，或是水利灌溉，万清末年迄个刘明厂就开始要做了，对，规模就小了，对对对。刚伫日本人来了哦，自来水厂，嗯，开始出来哦，啊，这是有名吼，这作者拢直接拍婚纱，对对对，我这建筑真水嘛，伫台台附近，起码变成自来水博物馆，对，自来水博物馆，哦，足水。啊，另外看吼，1910年的时候吼，因为完成了这个透过新电溪哦自来水吼的慢滤系统，啊，咱看咱都在看一间厝的家哦，啊，有滴嘞哦，底下底下，哦底下哦，我迄个形容个滴嘞，1910年的存在啊吼。啊，所以这真宝贵，恁个对照起来看，啊，观众朋友脑出名，你去遐佚佗，嗯，哦，我定下来啦，啊，这内底设施啊，佮怎么啊佮滴咧，滴，啊佮继续陈列吼，嗯，刷咧吼，嗯，汤业足重要，嗯嗯，老陈，这你有研究啦，因为日本时代提到台湾，当年因发觉这是农业的宝地嘛，对，因为咱台湾的迄个气候条件吼，啊，这个规个迄个田园拢真有迄个开垦的基础嘛，啊，日本都欠这啊。啊，日本有米但无遐尼济啊，啊，日本较无遐多做糖啊，所以等于摕到台湾，甲引进日本财阀啊，台湾，所以你看中南部专门是迄个大迄个制糖会社吼，一大堆嘛吼，啊，所以迄个甚至到较尾啊，伊迄个制糖的工厂总共40几间，迄个尾啊接收做台糖的时阵吼，啊，当然即内底吼，即内底足济的，咱即摆说的你看台湾制糖株会社内底，新兴是高雄单家投资足济，嘿啊，盐水港、明治、大日本、帝国制糖。
啊，咱迄、那个，比如鹿港这股价，有哪有投资？投资，啊，板桥的顶价，有哪拢投资？是啊，所以糖在台湾的市场足重要，足重要，荷兰时代就开始啊，开始啊，开始足重要，因为外销的农产品。所以透过糖，咱看到台湾背后历史，啊，所以台湾各地拢有糖厂嘛，是，啊，像这，吼，这大日本制糖会是，这跟你当波一边啊。对对，这是江东部的江东部那边的糖厂啦，吓，拢配合拢，运糖拢做一个，这是桥仔头，桥仔头的，桥仔头的什么文创园区？对对，我马岛人啦吼，马岛一个中亚，中亚，中亚嘛就是文创园区，台南的迄个糖业文化园区，啊，这好味，好味，拢变作用参观的对啦。好味这足重啊，这好味本来一个根本都一个小砖头，或者五帝厝嘛，五帝厝，啊，尾啊结果因为。去这糖厂，它变作等于号称叫做糖都啊。对对，啊，后尾吼，一条糖厂出来吼，都是有一条这个铁桥。这个铁桥是特别为着糖厂的车，无那车，无那车咧走。对对。哦，啊，伫这个架横啊，吼，架横啊，运这个糖入来。对啊，入去糖厂，啊，这铁路接入去个糖厂。所以今麦就无咧运啊嘛，吼。对对。这条桥变作重要咧。是。哦，我为着证明讲我家己来去啦，我人都摆出来。哦，啊，所以这不是人行立牌。对对对。哦，所以其实做这糖厂，拢变作古迹啦。对。啊，个林产吼，林业吼，我就不能嘛，直接开始。开发呢？对，但是讲起来嘛是一种收割啦，是是，嘛是一种收割啦。因为迄、那个，这是咱讲日本时代吼，迄个农林产业发展啊。你看这林场，你看足有名，就比如讲阿里山呐、啊，三大林场。嘿，啊，过来八仙山、太平山，佮东部佮迄个林田山，对，木瓜林区嘛。对，你讲讲林田山，我请来好朋友陈宏图老师，是但比较简单做点说明。而且足有名的吼，林田山林场，依然都通，就讲用安尼发展嘛。是，这边是林田山。日本人称这个地方叫森坂，日语叫摩尼沙卡。我想这个日据时代台湾有三大林场哦，阿里山、太平山跟这个八仙山，这个是属于比较晚期开发的哈、哦，大概在1939年才正式的有营运，但是大概在1917年左右就有做过调查。然后1939年台湾兴业株式会社开始在这里从事伐林的工作，人数最多的时候还高达300多户哈、哦，这个过去。这里的林业主要是以块木为主，它的木头还曾经运到日本，这个建明治神宫当做材料。今麦林田山吼、哦，迄、那个遗址哦，这个社区都还老嘞。嗯嗯，对。伊啊，什么米波、福里波，什么波拢能去看。缩小了，啥拢保留。啊，所以变成一个文化园区，让人参观。嗯、我感觉这安尼也是好。袂歹，迄东部去佚佗的足多，拢改列为变成一个景点。佚佗的重点。对，它就一个景点。嗯。啊，你讲到林业吼、哦，我就想来讲，你去过明治神宫嘛？有啦，超浪的明治神宫。嗯。日本明治神宫头前有一支足大支的迄落土里鸟居吼。嘿，鸟居。台湾的，你知嘛吼？哦。台湾去的呢，所以我去明治神宫录了一段简单的谈话。哦，接下来看一下啦。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日本东京的明治神宫前面。我们来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鸟居，他们叫做陀利，日本号称为全国最大的鸟居。那么这个地方跟台湾的历史有什么关系呢？啊，主要呢，我们知道这个鸟居啊，他们日本号称全国最大的，原来这些木头啊，这个陀利这个鸟居的木头是从我们台湾进来的。那么我们知道日本统治台湾，在1911年的时候已经开发了阿里山的登山铁路，所以呢，他们就从三大山呢采取的1500年的大神木的木头来到这里，盖出了他们号称全国最大的鸟居啊。所以我们现在站在明治神宫前面看到的是台湾的块木扁柏啊。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台湾作为日本殖民统治下殖民地被收刮的一个代表。所以咱讲这些史迹吼，跟台湾史有关的史迹，无一定就伫台湾本土，去外靠毛关的。日本去到日本，你看关键跟台湾史有关的的一个遗迹在这里哈，可以看得出来。咱讲到这，咱多少讲了金融嘛，咱最后个看到的跟金融有关的建筑，日本时代矿业银行、确立银行哦。拢因遐各地的支局哦，拢变成土地银行。嗯，对，我也接受。建筑都一样，咱看这张吼，这就是日本时代台北，劝业银行台北支局。今天就是变作那个二八公园头前，二八公园头前迄个土地银行。对哦，啊，所以那土地银行就是较早劝业银行哦，拢这款型的形建筑，拢这款形态。是哦，啊，咱看台南嘛是啊，台南只是嘛是讲这个啦，讲这间啦吼。
啊，咱时间有限吼，这段先暂时讲到这。好，咱歇困一下吼，稍等下继续收看《讲台湾谈历史》。欢迎继续收看《讲台湾谈历史》。咱今天这里讲日本时代的史迹啦，吼，古迹、书籍啦，吼，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咱即摆来讲交通，这交通真重要。交通先我点着啦，吼，但是我感觉交通的建设吼，影响足大。当然，留下来的痕迹也很多。是，所以我想咱这个单元专门来讲交通。讲到交通，当然车站足重要。咱就1908年，中贯铁路400公里的中贯铁路通车嘛。1911年，阿里山登山铁路完工嘛，所以中贯铁路通车，通车中嘛还有车站呢，一开始无可能是家己起好好的车站底下嘛，弄块简陋嘛，简陋了，然后最后会再修，所以有一代车站、二代车站嘛，咱即摆看这张图，这是台北车头，1901年，你想咱即摆迄个台北车头，佮前以前哦，可能嘛唔是安尼，唔是安尼嘛吼，结果即个是。1901年起的，让大家看看第一代的，第一代、啊、然后中间有修了哈，修到第四代，但是我在台北的时候看到这间啦，这间第四代啦，这1940年，也就是日本统治最后迄几年啊完成的，这个用足久嘛，你记吼，用到当时到1986年，咱即卖看这个台北车道，前身是这样，即我较早点嘛是加捷车，唔是加约会，约会嘛有啦。也约会没成功了，没成功。我这张是出来看了哈，这是礼拜暑假，这是难得的一张照片，难得一张。礼拜暑假时阵哈，台北车站头前了哈，我是不是可以看一张图？就是礼拜暑假，就是已经这个车站的形，这是出来看了。对哦 ，OK， 然后跟那个看一个其他的车站，譬如讲台中车站，这是1917年，多一百年。哦，这马龙湾老伯还没出世呢，这是台中六年嘛吼，对，这多一百年嘞，台中就今嘛可能有，咱今年来讲多一百，多一百年嘛吼，这是这1960年代台中车站嘛，这已经建好啊嘛吼，还有一张真趣味，我做好各位看一下吼，这是蒋介石88岁生日啦，可能伊最后一年啦生日吼，台中车头，形容小港是，形容小港哦。即台中车站甲东京车站同款，地铁姐妹站。对，姐妹站。哎，因为造型足接近嘛，咱今仔无时间通讲伊个建筑啦吼。也是带有进行。是啊，台南车头即卖嘛咧。家电用对。哦，台南车站。嗯，即较现代主义。即个形式不太一样。啊嘛，足水啊。啊，真水。我能够讲了一个，讲了桥梁哦。对，交通一定会过河有桥梁。讲这条。讲了桥梁吼，当然足侪重要桥梁吼，我特别要讲这条，实际上这条无伊啊啦，这日本时代叫做一个明治，叫做明治桥、明治桥啦，迄阵有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明治桥吼，一个建鳌吼，叫做中山桥啦，中山桥啦，哦，这日本时代明治桥，啊，这边你去神社，台湾神社，你去台湾神社嘛，就跟那些圆山大饭店嘛，对，这条桥去我们讲拆掉呢，什么人敢拆？这个桥吼，实在正讲起来吼，咱卖讲是什么亲日不亲日啦，更实在是足水的，足水吼，迄个配合基隆河，还有一个角度吼，这个做了个水个好用。啊，结果买啊吼，伫卖我记应该是卖旧的时代嘛，讲了说，什么妨碍行水啦，会造成淹水啦，啊，讲就安个拆起来，啊，拆起来，甚至讲说。人家讲说这古迹真重啊，阿姨讲拆开，我紧啊放在边啊，下趟找一个所在，搞不好找个地方把它筑起来。结果你看啊，咱足侪观众，甲咱台北市民咧想看，经历过马英九，过来郝龙斌，啊，今麦过甲柯文哲，啊，今麦阿哥伫迄个即个边啊遐荒烟蔓草堆堆底啊，啊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堆等一下，系啊，即拆开遐建材拢等一下，所以讲起来是这样。咱多只讲的。1908年哈，中贯铁路通车嘛，所以中贯铁路诶，迄个困难在倒位呢？经过足侪河流，必须要架设铁桥，当然后来佮慢慢改道嘛，吼，有的铁桥就不再通行嘛，不再通行，变成很珍贵的古迹呢，不能把它拆掉呢。我举这个例子，譬如讲，这是倒位呢？伫大甲溪宾馆。奥利跟宏源呐，对，你要来吼，在，就咱开个大车，奥利跟宏源吼，这叫做什么？叫做后丰铁桥，后丰铁桥啦吼，啊，就叫做后丰
铁马，哎，铁马，铁马道了，你骑骑卡达车吼，你安尼骑吼，啊，骑到那边吼，都要一个崩坑，那个隧道差不多两公里哦，哦，都要经过这个隧道，啊，你骑吼继续骑，哦，啊，它规划的很好哦，这边它左右两边都可以来往啊，出去的都要出去的后里，后里，当初火车就是安尼在走，你进来在在走，对，哦，抛开者，这工程嘛不简单啦，尤其在迄个时代啦。哦，这这么观念袂歹啦，所以这段这个咱这么那个号称叫做旧山线呐，旧的迄个山线诶，无用啊，伊另外搁再开嘛吼，啊像个保留互人安尼，安尼会当去遐运动，啊搁会当见证古迹是袂歹做法。所以观众朋友，你也记得遮骑脚踏车哦，这是这足好啊。啊，譬如讲咱苗栗一段，我觉得旭维公隧道，哦，伊嘛是开辟做休闲的娱乐的所在，啊，这个装饰个足水哦，打灯光啊，打灯光足水哦，这变成散步所在，对，火车就嘛无咧走，对，但是留下了珍贵的时机，哦。啊，某迄条桥派去的吼，桥派但是老开足水的呢。哦，这个因为1935年地震，对，地震的于藤平遐，对，中部地震嘛吼，啊，即嘛老开吼，这很多角度去看，哎，变成足水啊，是是，哦，即嘛足珍贵时机，然后龙腾断桥嘛。因为圣心加多是旧山线最高点的所在，啊，所以底下铁路历史嘛就有意义的。对对对，啊，你讲了铁路吼，哎，宜兰线吼，伫1923年完工啊，哦，啊，所以。这条嘛足重要，啊，这条完工了吼，你会记产生一条名字，丢丢蛋啊，嗯，火车行到你到阿妹的丢，这这个所在嘛，那边这草岭隧道，这嘛变成真好的脚踏车步道，同款的有那改线，改线了就爱当骑卡拉车，啊，为后梁这边骑去骑完，哇，我都看了太平洋，啊为，即马叫新北市啦吼，较早去台北关，叫伊变宜兰，是，哦，这真趣味。那个说来讲公路吼，公路当然公路网嘛开始进行嘛，对。但是有一个一段真歹做，哦，这足艰难的，苏花公路，嗯，苏花公路1931年完工，嗯，哦，完工，哎，这条路嘛危险呢，当然啦，你做嘛危险，啊，你走嘛那是够危险吼，啊，铁军是单线，单线单线，哦，咱那个咱个看一下吼，这日本时代苏花公路吼，拢安尼。几双在走呢？嗯，啊，今麦当然加无在走，对，再变作游乐区。我们可以这里散步，看太平洋。啊，我有一段直接说明，咱简单看一下。1932年，日本人开通了苏花公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是清水断崖这一段路途。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观呢，是当时日本人开的这个路段。当然呢，我们经过进一步之后呢，这个现在的苏花公路已经更宽阔了啊，所以这段路呢已经废止不通行了。不过呢，这段路当时来讲是这个非常重要的，疏通了花莲跟宜兰这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要道。那么这段清水断崖这段路呢，当时被称之为太平洋上的一串珍珠。奇怪哦，现在叫做太平洋上的一串珍珠哦。嗯，我那个又是不是安尼啦？等于讲以前拢单线嘛吼，所以你要出来，大家拢单好啊，做伙行，啊要等伊单好啊，做伙行，啊所以你若远远看落去吼，苏花公路都一串抓呢，一串车子在跑，跟一串珍珠，哦，这是有此一说，但是这个叫做太平洋上的一串珍珠。较早我定要去花莲的时候，我坐飞机嘛吼。啊，我拢特别选迄个靠近苏花公路这边的窗子吼，啊，看落去哇，真水哦，真水，是，啊，当然即马咱个技术个如何嘛吼，对，我们要走迄段足危险的，对，所以讲要拍棚坑里面，啊，古的路，人看一些景观也不错，嗯，会了解哈，对，啊，所以这个变作很好的一个历史遗迹，嗯，哦，咱个看一段哈，迄个清水断崖，哦，特别是清水断崖一段。这段诶，迄个、这个景观真水哦。啊，另外一边是太平洋。对。咱要讲还阁足济啦吼，咱交通的问题暂时讲到这。咱下一个单元要来讲，包括教育、文化性，是诶，高级，即个高级。是。咱所以先休困一下吼。嘿。稍等下继续收看《讲台湾谈历史》。
欢迎继续收看《讲台湾谈历史》。咱继续来讲日本时代哈的史迹，咱都来讲了交通啊嘛。对对对。啊，当然刷入去台湾的足侪景观开始改变。嘿。哦，咱伫晚清时代无可能有诶。嗯。哦，啊，即卖讲的特别无去啊。嗯。哦，譬如讲吼。嗯。街道啦。嗯嗯。日本时代伫1910以后吼，啊，或者到的所谓大正时期吼。嗯。有足侪新式的街道出来。嗯。你一当举例呗？是因为日本是靠做就咱人工所谓世界改正啦，就咱讲即卖迄个都市计划。对。啊，运啊，迄个时阵规个迄个建筑的材料技术开始改变，啊，所以咱台湾就足侪一寡吼，即个真有代表性的这种，咱讲都即卖咱定讲老街啦。老街。迄个时代是算新的街吼。对。比如讲，你看咱台北拢定有人去桃园大溪啊。对。吼啊，是讲去迄个新竹湖口，这上有代表性。湖口。吼啊，你看南部足有名，比如讲基山。基山。哎，你拄啊讲迄个大正型的建筑吼，其实足典型的。新华嘛有啦。啊，新华有还带了。大马乌啦，马乌啦，迄个是做侪做侪。伊基本的特色就是讲，伊迄街道拢有规划，啊，伊厝的造型吼，你正面个看就是一个圆拱形，对。啊，你行迄个骑楼个看，我那些圆拱形，一般这是咱迄阵讲的说，所谓大正时代的迄个大正建筑，哎呦，巴洛克式建筑，对，啊，真花俏，是。哦，你讲湖口吼，湖口老街伊伫晚清的时代就已经咧发展了，但是造型唔是即马咧嘛，啊，但即马的。其中的这个造型是日本时代做出来的，是是，哦，今麦个聊咧。你讲上花俏就是台客啦哈，哦，大溪的街屋的立面做啊，其实台客无定啊咧，啊，就是外靠立面做啊，就是是，所以台客起码是从这种自1920年代哈，差不多陆续完成，嗯，啊，今麦有啊个老掉咧，对哦，啊，就是因为重视古迹，唔在老掉，是，啊，除了这款的出现以外哈，日本人嘛带入他的日本式的建筑。嗯，哦，阿恁讲日本宿舍，咱定咧讲啊，日本宿舍，日本宿舍吼，哎，啊，即马这边无去啊呢？嗯，伊个公务员呐，吼，老师啥拢会住在宿舍嘛，吼，譬如讲，咱呐以台北来讲，即马有足侪所在，拢个再利用啊，有，什么变做迄个文学活动啊，什么奇东诗社，奇东诗社啊，嘿，啊，到尾嘛，过一个什么济州庵，济州庵，嘿，啊，伫迄个青田街。古早是地大教授大，什么叫咖啡厅咧？哈，咖啡厅啊，什么青田七六，这都宝贵。啊，你譬如讲你去高雄啦，吼，哎，比如黄金博物馆呀，吼，也蛮老足济咧。哦，啊，其实其他所在也真济。另外就讲，即比如讲生活中开始有一寡新的休闲，咱先来讲啦。我感觉讲先重要就是讲，迄个文教方面吼，哦，文化，还是讲教育，啊，讲到文化，譬如讲博物馆，日本时代开始注意。博物馆嘛，对啊对啊。啊，譬如咱看这个，哦，这就是台湾总督府的博物馆。嗯，这1915年完成的，超过百年啊，超过一百年啊。高档个最好用。啊，这条路就是跟他这个，所以叫做馆前路。迄个博物馆嘛，博物馆的前面馆前路嘛。是是。而且本时代当年不是安尼叫嘛，对啊。啊，东西也做，啊，今麦这个博物馆个地咧，嗯，哦，对啊。咱叫做国立台湾博物馆，哦，所以，哦，这真宝贵哈。啊，你讲到这吼，就讲。学校的建筑，其实足侪学校在日本时代都已经起出来哈。是是。它本身建筑变成一个很珍贵的史迹呢。嗯。啊，我定下真痛心的是讲，这是吼台北师范，咱前回讲讲医学院，对啊，总督府医学校的同时呢，成立总督府国语学校。对不呀？就咱讲师范学校。啊，国语学校在1919年哦，嗯，改名叫做台北师范。师范对。我的外公就读这里的，哦，我的舅公林秋武也是读这里的。哇，所以这是变足真珍贵的一间学校啊！伊的校舍都一定蛮珍贵呢，但是很可惜呢，被拆掉了呢。哦啊，另外一间嘛是台北师范学校第二师范的对了，就阮即摆咧搞一间校，还好还留了一段，还一段这个唯一的的这个古迹，所以我们学校里面还有古迹啦，的四定古迹，那个操场边啊遐，对操场边啊，那东西也咧等嘛，对哦，你看也是古色古香哦。啊，其实足济学校，譬如讲足济。小学哈，嗯，但宿舍变得校舍变得很珍贵呢。嗯，譬如说我举这个日新国小啊，这嘛你不这个红楼哈，那日新国小一进去这个红楼，那日本时代老了吧？对啊对啊。哦嘿，嘛这嘛要几百年有啊呢？有，这种百年小学呀。啊，咱古过来跟台北市的其他的迄个国小的迄个校舍哦，嗯，被马英九拆掉了嘞。嗯，我唔知道这两太，他很喜欢拆日据时代的这个建筑哦，很奇怪哦。嗯。啊啊，像这个就很珍贵哈。嗯。好啊，啊，你譬如讲台大哈。哦。
它到底1928年正式设校、嗯哦、那一年台共也成立嘛，1928年设校，我就校门，拢赶快呢，拢赶快。那台北帝国大学改做国立台湾大学，对，哎，从台北地大哈、哦、校舍，今天足侪要老了嘛，对，那种足珍贵啦，是哦，拢真的在古迹里面上课，其实椰子树几长几长都已经省出来，园林大道嘛，园林大道，所以各中学其实嘛。是嘛，各州的学校嘛，较重要。譬如讲，咱看一间吼，哎、欸，似曾相识呢。哇，这、嗯、这原来的、就是、台北男生的第一志愿，对，就是日本时代州立、嗯、台北一中啦，对，一中，台北一中、嗯、啊，后来变做建国中学啦。是，这种好比拢讲红楼，哎，建红楼啦。哦，啊，你看即卖建中吼，建中的校舍，这是内底啊啦。对，你内底。哦，咱都要看一间是即栋的迄边啦。嗯。哦，这建中的校舍，啊，但建中的正门你哪个看哦？嗯。就讲一间嘛，是哦，讲一间，但是隔几行民间，隔在这些欧人，隔这些欧人，这些老蒋，难怪常常被这些很厉害的学生给他玩花样。这学生会思考啊，对不？我哩先闹一时呢，人也要思考啊。我较早嘛是拢好，把它当作民族救星啊。啊，一个请起来，你要讲怎么民族救星？你才要给用布料给后边的。变装学生点来去个布变装秀，等下变装秀，啊，所以你再退开无吼？我是有早晚，早晚退开啦，咱书台退开啦。啊，所以啊，你看八一路吼，嗯，它在叫什么呢？叫做台北第一格路啦。第一格路，然后第一格路，而且是它的第一格路的好像。是是。哦，你看校门口，校门口挂那个日本国旗呢。嗯嗯。哦，啊，这幢哦，现在这一栋还在。嗯。哦，还真的去北里，同样这个地方进去。对。啊，你也看到八一路，我跟他这里很小，好像哈，还是一样，就这里。对。还是这样哈。啊，八二路吼，无去啊呢，就会变刘化林。我以为啊，那个第三高路，就是中山女中，中山女中啊、嗯，所以起码这個中山女中嘛，迄东西，迄、那个校舍吼，今天蛮要滴嘞吼。我其实我是真烦恼，会去用跳去啦。我想可能蔡英文总统应当会阻挡，万一发生事情，因为是好友，好友嘛。阮太太嘛，这间好比较的哈。阮太太嘛是，啊是哦，我那人家可以，阮兜开校友会啊。那就蔡英文总统参加。对啊，各足侪吼，中南部足侪小学、中学拢足重要吼。咱无时间来看。咱即摆个另外看一个领域吼，是广播啦。嗯，这一本是来足重要的。透过这个报纸了广播吼，传达讯息。迄阵早起吼，公司行号甚至家庭家己吼，哪就开咧做体操。尤其吼，迄个通知目的，尤其后面台数，应该台数台数吼，就是讲广播体操的体操。嗯，啊，家己当做者呢，全民运动。哦，啊，这是叫名，这上有代表性诶。嗯，何所曲古吼，台北放送局。哦，放着啊，今天伊就是变作二八纪念馆。啊，你讲知影这中间曾经是中国公布中国国民党诶中广公司，中国广播公司。对啊，刚接收起来继续用啊。啊用安尼啊报新闻洗脑啊，搁讲广告赚钱啊，啊到尾啊才兴台北市啊，唔才变作有法度去甲改做二八纪念馆。是，嗯，啊，即间来做二八纪念馆，你感觉有通无？原来是有意义啦吼，因为二八事件发生的时阵，就是透过这个广播，大家较知影讲迄个时阵。台北发生迄个冲突嘛，是，啊，这有意义。但透过这青年来透过这吼，向全台湾广播嘛，讲。台北发生这个代志，啊，这嘛，敢那是阿扁啊做市长，才有这個改变吼。迄阵才改做破那个二二八纪念馆了哈，所以就变做二二八纪念馆。所以这样的一个古迹利用是蛮有意义的哈。我感觉这个利用也足好了，嗯，哦，而且这讲堂嘛也是，这是拢有意思。咱这样日本时代开始改变迄个洗温泉的习惯，台湾人过去无迄个洗温泉，哦，你虽然你有温泉窟，但是你没不会应用嘛，对，日本人来开始的，嗯，哦，啊，所以。就讲北岛啦，足济啦吼，国人咧种有名啦。嗯，日本人来台湾吼，把温泉带进来吼。嗯，原先是要给迄个，因为警察受伤咯，还是军人受伤，让跟他疗养，不要疗养。嗯，啊，所以去温泉区很疗养。对。啊，但是因本来就是爱洗温泉。对，日本的传统就生活拢安尼嘛。嗯，啊，台湾人来开始学这个这套洗温泉。哦，啊，所以今仔日温泉嘛，留足济物件伫，譬如讲。管人念啦吼，管人念其实啊个啊大伯嘛过来讲就有名，哦，什么龙奶汤什么遐话吼，而且这个就是迄个银松阁，银松阁，哦，这种这迄东西的建筑要滴咧吼，这是真珍贵啦吼。啊，大伯北岛有一个
北投温泉嘛，嗯，就是温泉博物馆，对，啊，那就是日本时代把公共浴、公共那个风吕，温泉风吕，公共的葫芦娃吼，哦，啊，那个另外，这日本时代的，嗯，哦，那个大家拢直接咧泡温泉，嗯，啊，咱即马看今仔这个，今仔这个北投博物馆的这个型，嗯，啊，那个多加咧看那个温泉区吼，一样都还在。其实这个北投这个公共温泉这吼，哎，有多一段时间哦，完全荒废掉。我刚才是吼，哎，开始北投国小的蔡老师吼，开始有注意到这個，啊，像啊，找这些囡仔吼，甚至去上书市政府呢，啊，为了争取保留。你看我们家咱伫北投的，咱保留一个真好的一个，吼，一个见证了咱的日本时代生活文化的一个博物馆。所以真珍贵啦，真珍贵吼。啊，除了这以外，譬如讲，伫足侪所在吼。特别是较当年较市区啦吼，有迄个武德殿哦，而且日本人要强调伊迄个嘛，柔道啊、剑道啊，是有诶，对。啊，所以一多街庄都有这个大大小小的武德殿。我举两三个来看，譬如讲台南的武德殿，嗯，这间规模也歹咧，伫空庙，甚至一个国小诶边，伫中义国小，中义国小，中义国小后边，对。啊，这边吼，这个东边是迄个孔庙，孔庙对。啊，所以那里是一个文化园区，然后后面是台湾文学馆，是，就是咱咧讲诶迄个。那個，台南州厅，哦，啊，这是台南的武德殿，啊，譬如讲大溪哈，大溪即嘛大溪武德殿，这即嘛保留较好势，这建后吼，因为迄个蒋介石啊定来去大溪遐嘛，啊，所以足长的时间哦，这吼宪兵对你用，哎，啊，结果因为这样哦，竟然误打误撞，宪兵咧用啊，好啊，你该用啊，就保留了，啊不呀。你咧撤离了吼，即马变作桃园市足重要的一个日本时代留落来一个古迹。对，你拄仔在讲日本宿舍，即边仔的日本宿舍宿舍群是，对对，还警察宿舍群的呀，迄个真珍贵吼，真珍贵。暂时讲到这吼，咱来讲工会堂了。市民生活重要的一个地方吼。在北县我们也工会堂嘛，对，今仔日的中山堂啊，哦，而且中山堂。后来他去的嘛，就讲日本通牒买机器，去了较简朴。1936年左右啊，对，去较简朴，买啊一十年。啊，国民党来的啊，改做中山堂。中山堂哦，我以前古早跟他因迄个什么代表华统象征的什么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在用设底下嘛。在开，很在开。哦，啊，你去迄个鹿港某一间工会堂，啊，买鹿港的工会堂。嗯，有人来讲，我你是不是拢替日本人宣传，拢讲伊好处？袂啦，放心。是啊，咱无失去台湾人的立场。嗯，你的建设啊有对，我能甲你肯定。但是你若是压迫，你若是无平等的通知，我蛮惶恐嘛。嗯，所以咱后期吼要来讲啥呢？讲关这个皇民化。嗯，通知较后期。哎，皇民化啊，加咱的惶恐的时机。是。哦，啊，咱这就先讲到这。是。后礼拜欢迎继续收看《讲台湾谈历史》。